当然，哎，还是我继续再开台画画，开，标题是 GTA，然后明明在画画。我那时候画给腐腐是因为他的设定啊，跟我以前想穿的衣服真的是一模一样。那之后下一个想要画的可能是小五吧。那他们穿搭的类型都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。等下给你们看我画的图。哎、欸，小心你回来我是了！不是做错事被冲走啊？对啦，小心你不该揭穿他们。没有，你，我在旁边只是说要不要报警而已，然后阿公自己说漏嘴。没有，你应该让他们去敲诈那个计程车的，然后那时候胖哥哥来，然后事情就好看了。你看，他们，哦，对啊。好啦，那主要也是因为阿公自己说漏嘴了。那也没事啊，不然他现在就他们现在就在假装胖哥哥嘛。刚刚你还没入城的时候，他们在外面，阿好公的。就推了一个像胖哥哥的人，他就过来，然后就说他是胖哥哥。我就说胖哥哥为什么要坐轮椅？结果他们在说那是阿明呐、啊，阿明不知道怎么扮成胖哥哥的样子。那是阿明啊，对啊。吃了一罐超浓雌性激素的。你知道他被阿花打雌性激素之后就很讨厌阿花了吗？我知道啊，他们今天在车库，对啊。好可怜哦。哎，啊，你们要下班再跟我讲一下，我再去上班，我现在下班了。好啊，好啊。好。他应该一点前吧，我应该会很晚啊。好的，好的。好，再跟你说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慢走。我就真的在鬼岛当画家啦。演戏什么的好累哦，演自己最轻松了。可是演自己，唉，可是演自己演久了就觉得游戏好无聊哦。哎、欸，学弟啊，哎、欸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玩公主连接。哦，好吧，那我也来玩手游一下啊。来登录一下。哎、欸，今天不是我们在吃，就晚上吃东西，不是有人在播《志明与春娇》吗？啊？就是今天不是我们在这边呢、啊，这个位置。哦，好像有。然后我说我在吃东西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啊，那个声音大还是小普通啊，啊？哦，对啊，我播的。你就知道，为什么你会知道？都在讲话，只有你没有说话。啊，我是真的在吃东西哈。我想说，他们都已经越讲越可怜了。我就说，哇咖喱雄厚丢高价，多棒啊！没有，应该就是卖那个啊，手机桌布啊，客制他们化好手像是机吵桌布。架了，谁又吵架了？多多小猫，捅他一刀那个，彤彤，谁？你就当然是他们两个。哦，关心一下好了。他好像有说他要出城吗？有，关心一下哦。小猫，啊，有些讯息真的感觉不该删的诶，有些删掉之后，好扯哦。对啊，就是赚外快啊，但是我画的。条件就是他们人设不能一直变，一直变，一直变。
一直变人设，我反而会没动力。如果他们花再多钱给我，我也是不想要花。很多啊，之前有几个来跟我委托的，那是之前啊。然后我就看他的头贴跟他贴给我的人设完全不一样，我就说这一笔我不想要接。你看啊，比如说他的头贴是一个戴帽子有翅膀的，结果他说要委托的人设是戴眼镜，然后穿背包，然后短裤有的没的，完全跟他的人设完全不一样，就只有头发颜色一样。我说这是你的人设吗？说对，这是我新的人设，我就不想画了。哇，那边怎么了？去帮忙。没有，他的人设一直换，我都说人设是人物设定的衣服穿着啊。像我有跟那些人讲啊，我说你人设最好就是始终如一，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就是你，不然你换来换去的话，那哪天人家换了一个跟你很像的人，以前的人设就说你抄袭我，可是这样受不了。我来这边干嘛？我要吃饭。怎么冲出去爆炸了？下到翻完机吃，吃肉，吃肉，吃肉。啊，对呢，我今天应该会很早关台啊。就是我可能 GTA 不会关啊，就开着剪影片吧。欸，不可能，因为 GTA 会跑不到。我可能对啊，就可能提早关台去挂台。嗯，哦，卡卡卡卡卡，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会卡了啦，别人的台我还开着在播，然后只是静音而已，并没有按暂停，难怪会微卡，是谁啊？阿公？我看到12点哦。其实今天这几天真的是很累啦。有复制车。这是憨吉吗？不是，这鬼岛。哎呦，枪来加 Z， 枪来加 Z， 开巨车，车巨，
不是，你是说开警车的还是开白色车的？刚刚那台警车的、啊，那个是谁？我听无。笨蛋。没有回复，来看布布。有没有影片啊？我想看影片。对了。哎呦，这什么？你有开我单吗？蓝色的。哦，有。好，好好。哇，它氧化会变黄，变蓝的呀。哎呀，又学到新的知识了。哦。这是蓝瘦香菇哎。刚谁说要修车？嗯？不是我。哦。哎，你们怎么了啊？嗯，我肚子不舒服。是想大便吗？我大完了。还是不舒服？你粽子吃太多的不对。我应该是饭团吧？吃糯米饭团啊？不是，我吃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对。等一下。系个安全带。嗯，我系好了。怎么了？你知道，他很想找我吵架，我真的有点。为什么是吵你吵架？他今天在医院，你在场吗？我在啊。那我想问你，他说了什么？他跟酒店的说了什么？他跟酒店的说了什么？我想一下哦。你只要讲大概他讲的什么东西就好了。哦，那我这样讲好了，因为他今天联络不到你，然后酒店的人就开始，那时候刚好在医院，就开始怂恿说什么你会不会出去找人了啊，电话都不接，可能是旁边有人啊，然后讲到后面，可能就女生喜欢抱怨嘛，就把以前的事情抱怨出来啊，就他有讲到说什么。你最后还说想要娶老板娘哦，是这件事吗？还有嘞，我大概就到这边吧，大概你要大概是这个啊。那他就是因为今天讲的这个，我被绑架了。是这个啊、哦。酒店的可能拔刀相助啊，但他可怜啊、但他们也没有去理清事情的真相啊，所以我今天就被绑架了，就是因为他。那这是他害我被绑了、啊，就是这么简单、啊。然后我跟他讲了今天的事情，他对我没有任何信任，完全没有。我今天把我今天发生的事情分析给他听，他就说我要跟他吵架。嗯，你觉得，对，我要怎么变？我被他害，我也没说什么。我信任他，换来的是一个背叛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啊。他一开始有挺你啊，我那时候也在场、啊。挺我，我怎么感觉不出来？在警局的时候，没有，全部人都说我渣。你先听我讲，全部人都说我怎样？来，你先听我讲。当时酒店的那些人在怂恿、在乱讲的时候，孩子说多多不是那种人。那时候我在场。那在警局为什么他不说？可能忘记了吧。全部人都说我渣什么的，他也没有跳出来说。我也不期待他会跳出来说，因为他跳出来说，也许矛头便指向他。所以他不跳出来说我不怪他，但是他也没有替我澄清，他也没有替我去跟警局的澄清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我说什么做什么，他都会觉得我怎么样怎么样，他都永远不会检讨自己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是不没办法走下跟他走下去了是不是？
他刚问我是不是想分手，我说我没有啊。那就他到底是怎么理解成我想分手？我想分手，我早就害死他了。我来还跟啦，他玩到现在。来啦，我第三者听的方法啦。我觉得他主要是觉得今天对不起你，然后在警局不太敢说话，也是因为他觉得他讲什么你都会生气啊。而且我今天我也跟他讲了，我气我自己啊。他总是说我在气他，而且他一直拿老板娘出来讲，我跟老板娘没有什么啊，我跟啊，他没有什么啊。好啦，等一下我去处理这件事情啊，因为我有而方且你知道法，吗？只要，而且他你知道为什么他不相信我吗？他只要听别人讲到，我跟老板娘怎么怎么样，然后我们上了一台车，我都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他又说我什么，我我懂，跟老板娘有一腿，然后什么切不断，我心中有特别的一个位置。我懂，我懂，好啦，我等下帮你啊。我全世界现在都只剩一只猫了，他还给好好好，我，哎，你乖你乖，这件事我等下帮你处理。哎，你上车啊，去警局啊。你觉得到底是谁的问题啊？我真的有点不懂啊。啊，就双方还就他还没有到完全信任了啦，我觉得是这件哦。哦，我带他走。猫咪，嗯，怎么了？来，换你跟我去听秘密。你要听什么秘密？你我不要想哪听。台车？你要哪台车？都可以。那医护吧。好啊。你不要带我去加油站呢。没有啦，我今年忌火，我们去哦，水边玩，好但是不会让你下水。好，好好好。啊，那你今天去警局有帮他讲什么吗？你是不是因为害怕紧张所以没有讲我话？印象中我有帮他说话，但是你这样问我，我忘记我说了什么。他说你完全都闭嘴没说话没有，我有说话，但是哎。好，反正我刚刚也是听一半啊。那至于你们之间，我看一下后面有没有人，好没有？你们之间啊，我觉得现在反而就是之前不是他一直提说。车都是他买给你的，送给你这种。对。对啊，现在可能就是换你，都是在说老板娘的事情，所以他可能就是希望你不要再提这件事情，你懂吗？他刚刚在提这个啦，因为他说他老板娘也说不要了，他现在都只在乎你啊，对啊。我有跟他讲啊，可能就是今天他不小心讲太多，觉得对不起你，他今天对不起他，对啊，对我发很多次脾气。他为什么事情发脾气啊？可是他说是你找他吵架欸，不是，我是说前面在我们吵哦架前，哦哦哦。我就是听他发泄情绪，就是他是说别人啦，但是其实我是觉得他在对我发泄情绪。就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我心里感受很不好啦，啊，加上我不是今天在医院的时候，真的没有人帮我，我就在床上，然后一堆人围着我，你哦，记你得吗？我知道啊，那时候不是酒店的一直在对啊，使坏吗？对啊，然后没有人可以帮我，然后他就说，难不成他都要没有睡觉什么之类，可是我就说我没有，但是我今天。因为真的被围住，我心情比较激动，哦，有啊，这件所以事我我才刚会有相信，说，才会相信他们讲的话。但他其实他也，他可能是我讲，他不是他想听的，所以他就觉得我就是不信任他，但是我其实没有，我相信他可能心里没有老板娘，但是当我在看到他们如果在站在一起或是一起讲事情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是不舒服。我知道啊，如果我跟你说，如果下次有人在你面前，你们两个面前，那个人提到老板娘之类的，你这时候不要安静，你这时候要帮多多说话，什么意思？你就直接说他已经有我了，不会跟老板娘乱来之类的。多多应该想听的是这句话，因为我也是男生啊，我以前也发生过啊。哎，你跟多多身上发生事情，我以前真的都经历过欸。我跟你说，我哎。真的不知道怎么办，我真的跨不过去，我。
座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。我知道啊，因为这个岛上嘴巴很大。干谁打给我？喂，喂，你在哪里啊？你是谁？我是依依啊。我在当心理咨询师，我待会找你好不好？你在哪当啊？我在有山有水有灯泡的地方。哈。好啦，我好再跟你说啦。好啦好啦。好好好。拜拜。拜拜。